第三十四家 Happy Norman 已经来到八度八号喽，而且在六月二十三号正式试营业喽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哈，你在选购这个电器，好像电视啊、冰厨啊、家居用品啊，还有电子产品哦的地点时，你会考虑到什么？省钱。哇，省钱。省钱。OK， 好。已经有金流了，一次过可以买看完。摆东西不少，有考虑地点是 free parking， 品质好。选择购买家具或寝具的地点时，你会考虑什么因素？选择多了，买了木的，要高还高一点，要找名牌的，省钱。所以你是一个房主对吗？你必备的三样产品是什么？电器啦，套房家具，吸尘机，电扇啊，沙发啦，那个 BQ 嘛，风扇，还有沙发，冰箱哦，吸尘机，电视机。请问是什么声音呢？Yes, 对吗？对对对，现在我们来猜一下这个图哈，你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？长虹啊，答对了。请问是什么声音呢？计算机。给你看这张图啊，你看到是什么？这是沙发嘞。啊，太棒了。Thank you. OK， 我们恭喜这位朋友，他全答对了。谢谢啊。Congratulations. 来，这个给你的 voucher， 把这个 voucher 送给这两位哈，这五十块的 voucher 送给他来。OK， 走了，带大家一起去逛逛。这里有最新的电器、电脑和智能手机、家具和寝具产品，和吉隆坡的商店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分成两个楼层，底层一整楼展示了各种最新的家具设计和潮流，你可以找到漂亮的沙发、餐桌、户外家具、躺椅等等哦。促销活动包括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回音壁、空气炸锅、电饭锅、咖啡机、吸尘机、平板电脑、智能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床架、床垫、床褥、枕头。那像你们这边有没有提供什么分期付款的计划吗？有，我们有提供 AN Credit 的48个月分期付款，无需信用卡。你们看，宽敞的停车场，免费的停车位，轻松解决停车的难题哦，让你放心的购物。Harvey Norman 现已开业，快来查看他们的特别开业优惠吧，千万别错过哦。